今日吃水各位学员，大家好，大家午安。今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要甲大家讲一寡法律的代志。啊，咱要来讲这個法律的物件，因为咱民政府是要利用法律。要来追求咱台湾的这个主体甲建构，所以法律讲起来是咱的工具，咱的武器，所以应该是真重要。虽然是安尼，今日咱毋是要，今日伫咧大学伫咧上法律的迄个理论的课程。还伤过严肃，啊！这个时间因为是予大家爱困的时阵，啊，所以我今日选一个，敢那这个开讲的方式，吼、哦，啊，甲大家交换一点啊法律的这个观念、理念，所以我今日选这个对白。我法律的常识，哦，内底的重点有四项，大家看了后的，可能因为爱笑，啊爱笑就较袂爱困啦，哦。我先请教大家，来在座有啥物人读法律的无？无人举手，哦。有一个，啊，请问你，你的法律的专门是伫倒位？行政法，还是什么法？无专门，所以结果看起来，一般大家拢甲我共款，拢毋是读法律的，我嘛毋是读法律的，所以今日甲大家咧讲的这个法律，是咱用外行人。对法律的了解，来了解这个法律。所以我现在先问各位，您知道什么叫法律吗？法律是什么东西？咱用这个普通的这个常识来了解，就是说法律是在规范咱人跟人中间诶，这个关系，哦，你甲我中间的关系，啊，你若搁空中去，嘛会使讲啊讲，老百姓甲政府中间，诶，这个关系，就要用法律来规范。啊，从来啊是这两天啊，你若听秘书长咧讲着这个台湾国际法。嘛是牵涉到这个国际法，啊，国际法是啥物？甲普通的法律有个无共款的所在里头。国际法就是咧规范国际的事务，对国家甲国家中间的代志，啊是讲一寡国际的这单位，伊互相之间的事务要安怎啊规范？从联合国。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单位，所以跟联合国有关系，哦，这嘛是国际法的部门一部分。啊，讲到这个，大家就会想着讲，法律干呐，伫咧限制咱的自由，因为咧规范
咧高速公路顶头，大家看到迄块牌啊，讲限制你驶60公里时速，还是限制你80公里，这就是咧束缚咱的自由。但是反转来，这个束缚嘛是一种的自由给咱。你若卖超过这个时速的限制，卖超过80，卖超过60，比如安尼讲，你个驶75，这就你的自由。你嘛会使驶70，吼、哦。所以法律是会限制咱的自由，无唔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法律又话给咱自由。伫咧这个法律的范围内，咱会当自由。所以这个真特殊的。你看，讲到这的时阵，我先来讲头一点。请问各位，政府会使管咱老百姓未？大家想看卖，会使还未使？会的人请举手。哦，啊，未使的人，大部分呢，哦。我服从大多数，政府未使管老百姓。哦，这，咱可能甲各位有一挂普通的这个观念无同款。政府要安怎会使管咱老百姓？你敢毋捌听阿辉伯阿咧讲，主权在民呐、啊。咱老百姓啊，主权在咱手诶，政府要安怎会使管恁老百姓？那是头家，哪有人姓罗咧管头家？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那个观念就要改，政府袂使管咱，吼、哦。啊，政府会使管，是管啥呀？政府管政府嘛。行政院会使管交通部、外交部。这是政府单位也在互相管，但是伊袂使管老百姓。咱老百姓是虾米人在管？咱是主人啊，无人在甲咱管。咱跟他受法律的约束，然后法律限制咱，讲踮咧高速公路袂使驶80公里以上的时速。安尼，咱就受这个法律的管理约束。啊，除了这个以外，咱伫咧高速公路在咱驶，那无去犯到这条，安尼就无问题。所以，由这大家来了解讲，我这个地方政府袂使管老百姓。啊，这个差不多，这个问题哦，我30年前去拄着，我今日才会想到这个问题出来。30年前，差不多30年前，有一个中华民国的财政部的官员去找我，我在德国的时阵，伊讲伊要爱了解德国的这个农业经营的制度，我是读农的。所以我就安排一礼拜的时间，带伊去看相关的单位，对合作社看个财政部的这个金融书的，写一礼拜了后，我了解讲，迄位先生已经了解德国的制度啊。结果伊个咧问我，哇，德国政府哪会无咧管？我问伊讲，德国政府要管啥？因为啊，信用合作社应该政府爱管呐、啊，啊，恁德国政府奈无咧管，还我说袂晓答伊，吼、哦，我想办法互你了解这个德国制度，啊，结果一礼拜了后，你也无了解，啊，佫咧问我这个问题，到我买你哇，之后我叫伊讲，啊，无安尼。伊也袂晓甲我说明，
是安怎政府就爱管。所以我前叫伊讲，阿婆，咱两个来编迄个法律簿啊。中华民国的六法全书，嚯、哦，这大本。我叫伊讲，不然来编，再编这个法律相关的法律出来。迄、那个王先生。一个另外啊，往后退，是吧？所以阮两个开始编一个相关的法律合作社法，啊，编着合作社法的时阵，才发现中华民国的合作社法。现在是第二条之一，古早这个内容是稍微不相关，但是意义完全相关了。以前写说合作社是主管机关，在中央是内政部，直辖市、直辖县市、直辖市政府啊，管治政府，哦，啊，佮有即个目的事业，佮受各界主管机关的指导佮监督。所以遮看到中华民国的有一个主管机关啦，哦，啊，第九条，你讲要成立合作社的时阵，合作社的设立人应该召集创立会，统计。中庭选举理事干事，组织社务会，啊，伫咧一个日内向所在的主管机关为成立的登记，哦，即个你若要做合作社，遐负责人就爱去迄个所在的主管机关，就是顶下咧讲的即个主管机关，去遐去办登记成立。啊，即嘛第十条，伊讲即个主管机关，那受到第九条，哦，即条，迄、那个受理第九条规定之申请，应该伫咧十五天内为准许之决定之，哦，这个主管机关受到你的申请的时阵。十五天内就要做这个决定，讲准还是不准。所以在这里，咱看出来，中华民国的讲法，主管机关，这种行政机关嘛，哦，啊，这个行政机关、主管机关，会使在咧十五天内，给你决定，讲你这个合作社要给你成立，还是唔给你成立。你现在看我拼出来的德国，德国的是写说第十条，中庭和理事会的成员应该登记在合作社所在地地方法院及合作社登记簿啊，合作社登记簿应该由管理商业登记簿的法院来管理。所以德国的合作社法是写讲，你要去登记，是向什么人登记？向法院，不是向主管机关，什么直辖市啦、县市政府啊，中央是内政部，不是的。无同呢，哦，啊，即嘛第十一条之一，法院应审查合作社是毋是按照规定设立，啊个申报，若毋是的时阵，就是不准你受理，袂使申请设立个登记。你若无照规定，无照即个合作法的规定，安尼。这个地方法院
就袂使接受你的心情。啊，这个地方法院，佫应该按照合作社的人事啊个财务的情形来判断，特别是合作社资产的状况，若是有危害到社员，啊是债务人的利益的时阵，应该拒绝你申报，应该叫什么的？啊，这设立登记，会使该拒绝的。所以这写啊足清楚，法院爱审查什么物件？啊，这个审查的结果，那是安怎的时阵，法院会使该拒绝的。哦，啊，那不是审查这个结果出来的时阵，啊，你法院就爱个通过，爱可以成立。哦，啊，有这个，咱就会看得出来。台湾是啥？向行政单位，啊，德国是向法院去登记，就无共款的所在哦。啊，行政单位，咱即马来看拄啊遐，是不是一直往后？哎呦，往外边，我那边洋葱，哦，个在，喂，是 ，OK， 不是，再倒退，好的。OK， 对，再倒退一个，上一个呢？台湾的呢？哎，哦，咱这么看，这叫行政单位在咧做判断，会使啊，未使啊？但是这个合作社法内底根本就无写讲，什么情形之下会使？什么情形之下不行？所以中华民国的行政单位也可以决定的。你若红包捐下去，啊就可以；红包不捐就不行，是不是这样？因为法律无规定，伊也无个规定讲伊袂使收红包啊，对吧？所以法律若无规定，就是使啊。敢袂使安尼？哦，所以有这个比较，咱就会看会出来。这个是完全用这个法院的办法。哎呦，这个是采取这个法院，啊，根本就无行政单位一个插。那点这个要成立一个合作社法，合作社，跟他去法院就会使。啊，跟政府根本无关的，政府拢袂当插。所以这个用个证明讲，咱拄下咧，我拄下咧问各位的迄句话，政府会使管老百姓也袂使，政府袂使。啊，这个开始有影，袂使。啊，台湾唔是啊。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是啊，行政单位就是政府啊，政府会使给你决定的，所以咱的名分是叫行政单位拟条的就对了，哦，这讲到这，大概猜出来，这是违反法律的常识，本身就是违法，安尼你们要给证明。哦，用中华民国的法律来证明中华民国的合作法是违法的。你看，中华民国的法律内底下，
第十三章一个定义讲叫做基本国策，我这重重要呢。大家会记得阿扁也讲，古早要办迄、那个什么大件，迄、那个案件，迄个像尹清峰用台词了，伊要办迄个案件的时阵讲，啊，动摇国策，伊嘛要办呐，吼、哦，这基本国策，我这是真重要的代志。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内底，第145条写讲，合作事业应受国家的奖励甲辅助。所以中华民国是要辅助啊个奖励合作事业，啊个佫定一个合作法，叫行政单位会使决定讲，咱老百姓会使做合作社，还是袂使做？这是毋是违反法律？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哦，啊，中华民国的宪法头啊毛写，第14条写讲，老百姓有集会佮结社的自由。啊，23条讲，哦，以上这自由，包括这个14条的这个自由。那无妨害着别人的自由的时阵，袂使用法律来个限制。中华民国宪法是安尼写，啊，结果合作社法写讲，遐主管机关会使决定讲，要互你成立合作社，还是唔互你成立？哦，啊，唔互咱成立，也唔免讲原因呢。所以无上红包，嘛有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对，所以由此大家会使了解，讲这个，咱即马阁倒去原来迄个大纲吼，政府袂使管老百姓，哦，我提这个咧，就是要介绍大家这个观念。啊，咱拄仔咧讲这个合作法的时阵。我提议讲，德国干呐，有参加的是法院，法院是啥？法院是司法的部门。啊，中华民国是行政部门，遐政府机关。所以讲到遮的时阵，咱即摆来讲这个第二点：五权分立啊个三权分立的差别，大家拢知嘛吼？迄、那个世界。民主国家拢是采取三权分立的这个政治体制，敢若中华民国用五权分立的这个制度，啊，这五权分立伊是叫什么？大家知影叫考试，啊，甲叫监察。哎，比人较济，敢有比人较好？咱来甲看卖。这个考试院，伊是咧负责什么？负责升学，啊个升官的考试。啊，升学的代志，本来就有教育部伫咧负责啊。好去教补充就好啊！啊，要升官，官就是公务人员啊。公务人员是内政部的代志啊，所以内政部去处理就好啊。那就爱过去设一个考试院来伫管这代志，要怎啊？哦啊，监察人外国三权分立的分立的这个国家是用立法院。立法的单位，国会议员，国会伫咧个监督。啊，中华民国即摆嘛有设一个行政法庭，所以若是行政单位做代志做唔对，老百姓会使甲告去行政法院去。所以嘛无必要监察院。
啊，所以加这两个是啥？加开咱的钱啊！还佫一个院长、副院长，佫一个一挂委员，诶，因拢啥领迄个部长薪水呢？哦，啊，以前做一个考试院长诶。伊法律敢那读一半，比我这无读法律咧，较唔捌法律。伊还佫咧话讲，咱台湾着爱证明自信。啊，伊唔知要安怎证明，啊唔知要安怎自信，拢无讲咧。啊，最近即个监察院长，即、這个王建轩是吧？即、這个什么监察院咧讲什么黄色问题？还是讲男女什么交朋友安怎安怎？即讲一寡无好事噻，薪水领安尼悬，啊做一寡讲一寡迄落无路用的代志。所以由此可见，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五权分立，并无比这个一般的这个民主国家三权分立较好，会程度较歹啦。哦，啊，较歹因为有伊个原因呢，唔是干那讲加开咱个钱啊呢？台湾钱是用卡巴个，无要紧，加一点仔去开无要紧，伊若卖做歹代志无要紧。结果即两个五权分立个制度内底，创一寡问题出来。啊，即摆我这个介绍，中华民国个法律内底哦。我举一个文言法第十九条，写讲本法主管机关为行政院金融监督委员会。信用合作社法内底第五条也讲本法称主管机关在中央是财政部，直辖市政府、管治政府，哦。农业法内底第三条嘛，讲农会主管机关伫中央是行政院农委会，啊，伫咧直辖市是直辖市政府，管治的时阵是管治政府，啊，佫有即个目的事业的主管机关。那另外，迄个合作法嘛，讲着讲合作法嘛，有一个主管机关，中央是财政部，啊。第五个就是直辖市政府还是管治政府，所以中华民国的法律内底，伊不断这个国家的管理分做五个部门，而且法律内底佫加人一条法律，主管机关，大家若有注意哦，这本望去变化嘛。迄内底全拢主管机关，哦，而且主管机关看起敢那真简单嘞，这字咱拢办嘛，对吧？无什么深的字啊。但是大家想看嘛，伊是咧管啥？伊是咧管啥？是咧管这条法律？法律哪会使管嘞？对吧？法律是咧管咱嘞，哪会讲？行政单位伫咧管法律，无可能个代志。啊，是咧管法律内底咧讲个，迄、那个机构，而且嘛毋是安尼。咱拄好讲个，政府袂使管老百姓，老百姓个问设个机构，伊嘛袂使管个啊。啊，到底伊是咧管啥？那是啥无账？其实不是我们杀无仗，连他们自己也杀无仗，所以中华民国的行政单位自己也不知道他在管什么，啊，因为不知道，啊，干脆啊，统统管啊，对吧？啊，表示说我尽责任，拢管，对吧？啊，你当管的时候，啊，你我不，不用说，啊，你不负责任吗？啊，结果
伊若逐项管的时阵，管啊吼，我捌听到即个合作事业的即个考察团去德国访问的时阵，因甲我讲，因要出来迄个旅费，啊，着爱报县市政府。啊，受到县市政府的通知了后，因才会使开迄条钱，啊，才会当出国去考察。啊，另外农委会，伊共管啊，农会内底一个农会会使用几个指导员，啊，指导员的薪水会使偌悬呢？伊也说咧管呢。迄农民的组织，政府共管啊遐去，所以这是足严重的。啊，话阁讲倒转来，即、這个信用合作社，即、這个组的即个考察团去找我了后，因比迄个财政部的官员较成功。我安排这部互因参观了后，因看看，讲即个德国的即个制度真好，所以转来的时阵。就聊我最头，迄阵的迄个历史主席，真够设计啦，讲要邀请我去食中昼。啊，拄拄是阮平平淡水人，所以我无人个提。啊，伊要邀请我去食中昼的时阵，并无讲伊要邀请啥物人。结果一去，平平咧食饭的时阵，才拄到一个。迄个时阵，伫财政部咧管合作社的迄个科长，啊，才讲到啊，所以我就甲伊猛开讲。啊，看起来迄个年纪阁真轻，啊，我才甲阿问，讲阿姨负责这项工课。啊！伊大汉毋知读啥物，伊讲伊是台大农经系毕业的。哦，我是中兴大学农经系毕业的，所以咱共读的。我就甲问，啊，咱平平读农经的，啊，咱咧读大学的时阵，毋捌读着法律的课，诶，课程。啊，你即摆伫咧管信用合作社，啊，讲啊，因信用合作社要开。几间的迄个分社，你也咧甲管？啊，迄个同学，还是讲迄个同行的，叫我问一下，煞歹势，伊嘛知影讲阮毋捌读过法律咧，为何那会使改写即个合作社法？伊根据合作社法，伊讲伊咧管呢，以主管单位啊，所以伊甲管啊。未使开分社呢？我你管伊迄个会使开，未使开，无意思。因若未趁钱，家己要开分社了钱，迄是因兜的代志。啊，你甲管要创啊？对无？哎，我拄啊无话，咩啊呢？真是开放。所以即马合作社会使设分社，有可能就是。我迄阵的功劳，哦，这是一个插曲。啊，你讲到因的管，党咪管，啊，即爿管啊，跟那迄个科长诶，伊家己伫咧改写即个法令，即、這个合作社法，啊，改写讲伊要安怎做，伊会使共管虾米啊？即个管理已经超过行政管啊！所以，大家已经较少要听到，即马较少啊吼，因为听久因为噪声啊吼。古早咧媒体常来讲行政挂帅，大家捌听到吧吼？这就是行政挂帅。啊，但是媒体若写安尼的时阵，感觉讲哇，这真了不起咧！中华民国的行政单位足厉害，吼，管啊足严的。
迄个是见效师。咱若有法律常识了后，咱就知影讲这行政挂帅是违反法律常识。但是中华民国的行政单位呢，不但安尼，因管了还阁无够开，因为管是一种的管理，所以有管理通体的时阵哦，大家嘛要管啦，所以管的单位愈来愈多，一项代志几耐的单位伫咧管，啊管啊尾啊怎样，媒体佫甲讲，讲我这听我这多头马车啦。哦，啊！但是管的遐尼多，即嘛做代志，煞无人咧做啊，啊，无人咧负责啊。代志若发生的时阵，讲咧，我是管的啊，唔是我负责的啊，对吧？咱的银行啦、信用卡脱销啦、农会啦出问题的时阵，你帮。报纸看到讲，倒一个官员无爱留起来下台，一句讲无嘛，唔办嘛，对吧？所以应该来会晓管管啊，无人要做代志，啊，无人要做，啊，佫无要紧，管一管事煞，煞袂晓做。我讲一个故事，其实唔是故事，是真历史。咱阿飞伯啊，1996年被选连任，爱要出任的时阵讲，就爱一个代谢，所以一寡古早犯罪的人，那伫咧迄个范围内，拢变下罪无罪。啊，其中有一个古早民进党的烦恼，怎么办哩？吴信改，伊以前是中华民国的增补立委，啊，因为去用个判罪了后，煞未使做立法委员呢。啊，即马阿飞伯啊个代谢，伊煞无罪啊，无罪啊！伊将反倒转来讲，我是古早迄阵增补立委。所以我要申请恢复我立委的资格。结果迄个时阵哦，内政部一个主管的司长，这不是科长哦，比科长较悬，搁较大。伊讲这部长的下骹迄个司长，因为这个法律没有规定呢，不准。说唔准你啦，一切无法律呢，所以伊个人咧管尔，管啊，法律无规定，伊煞袂准，唔准啊。啊，这个老乡伊家己袂晓想，法律嘛无叫伊讲一日就爱食三顿，吼、哦，啊那法律无规定诶，就不准。啊、法律无叫你食三顿，安尼你嘛不应该食三顿啊，对吧？所以，即款行政单位吼，因为和这条主管机关，这个法条害一个大家拢咧管，管啊，袂晓做代志，唔知影做代志，哦。啊，对，这个以外，甚至某迄个行政官、官啊，连法律嘛，家己唔捌啦。大家唔知啊，个机会，你无外久以前，台湾嘛，捌发生一个食品的案件，啊，结果讲害着迄个。欧雄煞死，煞无人要买，啊，毋知了偌济就对啦吼。啊，企业界尤其大企业，那了钱的时阵，
当然就要想办法。啊，伊就叫人去踮咧地方伊，开始进门，去问着迄个是当时的迄个卫生署长，问迄个署长讲：“啊，食品是你卫生署管的啊？啊，你哪会管啊安尼？无啥啥。”迄个署长哦，伊讲没有错，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是我卫生署咧管的。阿妈哥，我的卫生署，敢那有一个食品卫生管理科，啊，这个科敢那有七个科员。伊这边李焕英个回答讲：“啊，我这七个人要安怎管台湾所有的食品，是无可能的代志。用这个方法伫咧推伊的责任就对了。啊，其实呢，伊虽然知影讲，伊迄个卫生署是咧管这个食品卫生，但是伊唔捌看到这条法律啦。”伊若有看的时阵哦，伊就知影讲这代志唔是伊的责任嘛。咱即马甲看这个法律，《食品卫生管理法》第九条，伊讲本法所称的主管机关，伫咧中央无毋对，是卫生署。哦，啊，管区、直辖市也是管区政府，但是还佫有一条，第24条。像讲直辖市，也是管区主管机关，应抽查食品业者的作业卫生，啊个记录，啊必要时应抽样检验，啊个查扣记录。所以抽样检验唔是卫生署伫咧做，是直辖市政府，啊是县市政府。根本你卫生署长无责任嘛，哦，所以你看，做一个署长的人，连伊家己相关的法令伊都唔办，啊，这个人即卖伫咧做中选会的主任委员，啊，大家用个采看外，看迄个中选会，伫咧伊的领导之下。袂歪过几撮吗？啊，咱讲到这个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的时阵，我阁另外提醒大家注意一项：在被你发现必要时，下面有这必要时，还是讲过多顿来，下面有这不必要的时候。做官的人，做行政啊，行政官的人，在座哪有行政官，请原谅我，唔是咧激励啊，我是讲一般的行政官，大家拢心思属性啊，哪有什么啊？不必要的时候，大家要做代志，无嘛，所以有必要的时阵，才开始抽样检验。啊，那食品有必要的时阵是啥？已经食死人啊，对吧？有人食死啊，迄阵才是必要啊。啊，那迄阵只抽样检验，啊，你来得及吗？对吧？所以有只那么个附带了解台湾的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是不是爱？大打一个问号，所以这款的法律要安怎让咱的安心？咱要吃的物件，事先唔免检验，啊，食死人才开始检验，这会害头哦。现在过来。
咱的这个重点。谢谢。走，行政挂帅阿个多头马车，咱来讲啊。行政单位的这个毛病，唔对个所在。有主任，你看做讲，中华民国的五官分裂，阿个世界的三观来比较，并无比人较好，颠倒比人较歹。啊，原因因为藏伫咧迄个法律内底，啊，个人这条法律。普通咱会使安尼讲，讲法律是文明社会的产品。你原始的时阵，大家拢无穿衫、无穿裤的时阵，迄阵拢免法律啦，对吧？所以因为社会进步有文明，唔才需要这个法律来规范咱的行为。所以，咱会使讲，愈文明的国家，法律会愈来愈多。但是反倒转来来讲，法律愈多的国家，并毋是愈文明。咱会用用拄啊遐例来证明，中华民国法律大堆啊，国家人迄条主管机关。啊，结果有比人较文明无嘛？哦，啊，我阁甲你大家证明，即马大家这个名词毋知捌看过。香蕉的共和国，即往中国话来讲较趣味啊！哦，香蕉共和国，即台湾较无流行，伫澳洲较流行，澳洲人。在咧批评迄中南美洲迄落，有当时为着卡球比赛输哦，迄国家甲国家会开始战争咧。哦，即款国家，啊，因为中南美拢生产香蕉的所在，所以即款无法治的社会，澳洲人甲经费，或者香蕉共和国。我现在利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咱台湾也有香蕉啊，咱台湾也有香蕉共和国。啊，讲到香蕉，当然跟农业有关的，所以我提这个农会来做例说明给大家听。咱这阵。中华民国的这个农会在台湾的这制度啊，是四年就要举办一次选举。前啊一届大概是三年前嘛吼，去年前年啊，我记得干是前年啊。前年咧选举的时阵，台湾的报纸顶头讲着有，我来德国看迄个网站。大家就有那個什麼會選買票的那個報導，農會要選李幹事也有那個在買票的，我看到到底幾公義。農會是什麼？農會是農業的職業代表，他是代表農業还是要替农民争取福利的单位，是老百姓农民来去做的，一组织啊。伊是要替农民服务，要甲农民服务的，会计较。啊，为何伊要选伊的领导人李干事？会发生这款非法买票的代志？要去共服务，结果阁买票，敢无迄落人遐尼戆呢？吼、哦！所以大家猜出来，迄个后壁面就是唱，
有一个什么利益的呀？啊，迄、那个利益是啥物？那利益就是农会会使经营经济事业。啥物叫做经济事业？农会会使经营信用部，会使开超级市场。啊，咱台湾嘛有迄个农会还开病院，啊，这拢是咧赚钱的单位嘛。啊，因为有这经济事业，所以才有想有人想要去赚钱。啊，农会李干事是由会员代表来选出来，所以伫咧选会员代表的时阵，迄阵就开始有人咧买票，原因就是迄、那个。啊，这个，咱来讲，农会是农业职业代表团体。那是安尼，农会就不应该经营这个经济事业，因为职业代表团体那是去做这款代志的时阵，一定会变做啥？变作讲，敢那顾趁钱，啊，袂记的，伊就爱去做一寡服务的工作。因为要服务农民，就爱请指导员，啊，这都拢是咧开钱的业务嘛。所以做一个农会的总经理，当然是顾趁钱较重要啊，开钱的部分较无重要。所以你若好一个职业团体去兼做经济事业的时阵，就会造成这款的无平衡的现象出来。啊，不但安尼，咱的农会个即阵，也阁是讲咱的农会实是唔对了吼。中华民国的农会是伫咱台湾。到到即阵为止，咱的农会还阁采取会员制。啊，这会员制是啥物意思？就是每一个会员要投票的时阵，拢有一票。不管你大股、小股、肥的、瘦的，大家拢有一票。啊，所以农会的这个经济事业。咧趁钱，啊！若有人想讲要去控制农会，要来趁钱诶，是毋是着爱买较侪票诶？爱着因当选李干事，爱着因控制农会，啊！甲农会经济事业，啊！即个甲一般企业阁无共款。咱一般的企业，你若要控制迄个企业，要得到控制权，是毋是着爱大股东才会使？你的股份着爱超过一半，还是偌济？因为你资本出较济，你的风险承担较大，所以控制权。合理，这理所当然。但是农会不是啊，农会是会员制，所以每一个会员一票。啊，那什么人收集较侪票的迄个人，不是伊投资上侪哦，伊是收集较侪票的迄、那个，伊就会使控制农会。所以农会若要选李干事，大家买票啊，真简单啊。对吧？伊用迄个资金的方法去买票，所以咱即摆用个靠即个解释来发现讲，即阵即个农会制度毛病伫咧倒位啊？
安尼开始的时候，你有讲到，这个农会是这个团体，在你民主社会内底，老百姓的职业团体，这是民间的组织呀。但是在你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农会，不是，伊是啥？中国会讲我这公法法人，公法的法人，安怎讲？农会法内底规定，一个乡镇敢那会使一个农会尔嘛？所以迄个敢那机关的，敢那衙门的，有特权啊，别人袂使说的。咱一个乡镇袂使说两个农会，所以这就是公法法人的迄个特殊的身份。哦，中华民国法律将民间的职业代表团体，佮变作一个公法法人。啊，不但安尼，伊得到这个法人的身份了后，伊就开始有一寡特权。啊，用这个法律创造这个特权，或者浪费的时阵。安尼是毋是造成这个社会不平等？因为特权别人无啊，所以一寡农会咧做诶代志，别人若要甲伊竞争，等于较舒适。啊，敢若安尼也无够。农会法内底佫甲规定，讲农会做诶代志是公益事业，所以。会用的免税，连税金也不免，有特权，会当独占市场，还佫唔免交税金。这个就是香蕉共和国的现象，哦，正常的民主社会无这款现象。啊，除了这。以外，中华民国更加不应该，伊甚至敢来用一个行政命令，就会使予农会设信用部办金融的业务。古早台湾也无民营的银行的时阵。信用簿农会就会使写了。伊说这个信用簿是靠啥？靠一个行政命令，连资本就唔免啦。哦，以后民营的这个银行一旦设的时阵，那要设一个银行，就要资本金提偌济出来。那农会要办信用簿。唔免租金，对吧？安尼，伊甲即个民间的即银行咧竞争的时阵，伊就较赢势啊，无平等嘛。啊，除了即个以外，因为伊资本唔免用，唔免有资本。所以那是超贷、越贷的时阵，这农会信用簿会出问题，较容易出问题嘛。啊，咱大家想看卖，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这么多好处，这农会哪会当得到？中国话讲有迄啰，我做啥？免不能没有免费的午餐哟，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农会食遐尼侪好康诶，伊就爱付出啥？所以咱大家拢猜出来嘛。所以这就是你白条啊家嘛吼。所以
民进党定定要甲伊选，免他选得赢嘛，无可能的代志嘛，对。安尼大家想看麦，这个农会制度，那是存在伫咧台湾的时阵，每四年，台湾至少都要乱一摆，开始买票。顶个派个，哦，甚至比买票搁较严重个非法个行为也会发生。啊，安尼咱台湾呐，我都当安定。所以大家记好，将来民政府执政个时阵，千万就唔能够继续即款浪费制度。哦，那无，咱台湾定定就爱去摕迄个香蕉共和国迄个牌啊，用笑死。咱即马阁有一段仔时间，我阁补充一项。一碗牛肉上大碗，所以我留在上后边。咱拄仔有讲到讲，台湾的一寡银行啦、信用合作社啦、农会、信用部啦，拢不出问题。啊，因为遮有问题个发生，所以即摆中华民国创造一个金融机构合并法，会使合并个。古早是无这个法，所以袂使合并。啊，变嘛是为着这什么二次整改，讲伊唔知包偌济，所以用判刑用关押，甲这个大概拢有关系啦吼。你有看麦？再一个一条，第三条一个，本法主管机关为财政部，哦，搁有一个主管机关。啊，即卖咱国家看，农渔会依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让与信用部或以信用部作价投资银行业者，让与信用部，大家看有啦吼，对信用部牛人，还是讲卖人，还是？用信用簿做价钱，啊去投资银行，哦，这大概当了解嘛吼。那是安尼的时阵，原有原有的信用簿本簿也是分簿，会使经主管机关的核准，改为该银行业者的分支之机构，哦。啊，怎么过来？这内容，安尼看，咱大家拢会当了解嘛，吼、哦。银行业者申请撤销农委会信用部改制的分支机构，导致组织区域内除了这个邮政储金的这个什么会业局以外。那无其他的银行业提供金融的服务，安尼呢？这个组织的区域是农委会得以农委会法设立及信用部办理会员金融业务。你个看麦，头是讲。农会会用个卖伊个信用簿，还是用信用簿去投资银行？啊，什么投资？还是卖去了后，迄、那个所在，这个地区吼，一些组织个区域内底，若无其他个银行业个时阵，
这个浪费还是浮费，可以再根据浪费法啊跟浮费法再设立信用簿，现在拿去买去投资啊，现在这个会用的是够会设的哦，啊，这也无紧，搁落，搁刷落去。农委会，农委会啦，吼、哦，伊第十一条甲第十三条的规定，吼、哦，牛信用簿也是以信用簿做给投资银行者、银行业者，第四，伊的推广费用无够的时阵。由农副会中央主管机关以实际需要编列预算之应之。即摆伊用信用簿不会去，啊去投资，啊去由银行甲变做银行的分部支部。啊，即摆农会无信用簿。在咧趁钱，所以伊的推广经费无够，啊，中央主管机关就阁编预算给补贴。啊，我头下有讲，古早农会会使设信用簿，是根据行政法令。啊，迄个时阵。那要稳准因设立信用簿赚钱，迄阵的农会就是个中华民国的政府靠腰，讲诶，啊你叫我服务农民，啊无钱好啊，我要安怎服务？我就爱请人，啊无钱未当请人，未当服务农民，所以。你就要找一个健康好啊，所以迄阵呢，中国国民党唔只因准用行政法令，伊中国国民党唔免提钱出来嘛，用一个行政法令，啊，就稳准信用合作社去开，农会去开信用簿，赚钱了后，再来。开这个推广的费用，啊，即摆年过月深了后，大家拢袂记啊。即摆农会信用簿会使摕去卖人呢，还是摕去投资？啊，即摆反倒转来，伊个无趁钱的来源啊。啊，即摆这个经费伊个无够啊，安尼农委会就爱。预算该补贴，这个法令，恁个看卖，创造出一种的迄个浪费制度。其实，咱来讲，党库通国库，还阁无够严重，即卖变浪费通国库。哦，哎，我看，今日讲给大家参考一下，这里个这发条，可能大家以前拢还没听到，还是唔捌听到。大家若了解了后，咱就知影讲，法律基本上就是啥个啊？哦，啊，中华民国是毋是有法治的国家？法律遐尼济啊，但是遐法律内底，家己本身会用个违反家己的法律。所以，若安尼了解了后，咱大家就会当猜出来，
这个制度，啊，甲这款的政府，这个不是咱咱要爱，对吧？时间特别到啊，我报告啊，这个所在，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若有什么问题，欢迎您提出，大家共同来分享，多谢。大概无问题了哦，大概有了解哦。哎，小姐，农会哦，农会那超大哦，真简单。你一边农会发出来，遐内底有啥？伊遐理干事，甚至着爱负共同的责任。啊，主管机关，迄、那个农委会，还是县市政府有管理，甚至会使甲换伊个理干事，连伊个总经、迄个总干事，嘛会使甲换。啊，因呐，互人查出讲因有违反这个。刑法，中华民国的刑法，有非法的行为的时阵，会使照刑法甲因判罪。这农业法内底拢有啥？哦，啊是毋是有照安尼咧做？咱毋知影。啊，佫有啥物问题无？那无论咯，提早结束嘛吼，大家看。起立。起立。休困十分钟。